当面说。说什么？我喜欢你。他那个是最可爱的。对，那最可爱，然后就一个大头冰要这样怎么样？他一直跟上我们。我看他在前面看的时候，因为背个小背包。地台比较狠，然后你那个不能去参与。只要不比我高就行，别盯着。尽头，你在我心却长久。我通常会揉揉头发，我觉得，最后再亲吻他一下。完全我的。我觉得就。在家里聊聊天，我来给他做一顿饭。这样的话，会有点被麻烦的。哭的话，应该是最受不了的。但是又哭又撒娇呢，就是会让我心碎了。所以你还是喜欢软妹子。我可喜欢。帮我拉屎。我都会选择，我会选择我先走过那个障碍，之后我再回去拉着他一起走，我会在前面。不高也挂，裸妆，不磨脚的鞋吧，高年级还是高级的，都要。萌萌哒，我觉得只要是适合的造型的话，长短发都可以。短发的话，应该可以节约点洗发露吧。经过再多风雨，有你安心的温柔，谢谢你陪我走，结识的人有收获，幸福原来是梦，而你在我心上头，我会总有很多，我却只为你。